诚的，或者只是。阶段，女生未必要主动倒追，但也需要给到男生积极的反馈，以示你对他付出的认可。在追求的过程中，当他摸不住方向或者沮丧的时候，你悄悄地给他一点鼓励或者暗示，他会更有冲劲地追求你。毕竟爱情是两个人的事，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才能开花结果的。